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7年1月10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新开辟的富鼎金双湖公园，县市合并后成为高雄市中心，市长陈菊前往视察花海营造情形，希望能在农历年前完工，让市民朋友多一处赏花休憩的好去处。高雄市的绿树一再被齐头式的修剪，护树团体站出来要为这些大树说话，认为影响的不仅是城市景观，还破坏了自然生态，希望呼吁相关单位加强重视。市府社会局关怀街友和慈善团体到街友栖息的地方送上热食和保暖衣物，有需要的街友也可以前往街友服务中心接受临时收容，并协助身体欠佳的街友前往就医。过年期间，大高雄将增加一处赏花的新景点，新开辟的富鼎金双湖公园第一期工程，渴望在农历过年前开放，让民众赏花。市长陈菊上午特别前往视察花海营造的情形，希望能够呈现出色彩缤纷、风情万种的花海公园，让市民朋友多一处赏花、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市长陈菊等一行人进入双湖公园欣赏道路旁的花草，感到相当满意。他表示，公园第一期工程占地3.63公顷，总经费2600万元，园区有缤纷入口意象、步道和休憩平台，并且种植台湾榉、洋红花、风铃木、凤凰木、大叶懒人等活泼绿化，形成四季开花的美丽市景，期盼成为市民的休憩场所。那其他的地区，我们就是种植台湾很好的本土的树种，在这个地方未来它就是一个双湖、澄清湖、金狮湖双湖的森林公园。陈菊表示，富鼎金公墓经过市府不断和家属、当地耆老、明代沟通，总算迁移14800多座墓种，打造双湖公园，预计农历年后进行回教公墓迁移，并且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坟种。很多的沟通协调，因为回教徒东，他埋葬的就朝向麦家，还有他的这样的埋葬，大概都不太可能再转变。那我们是告诉他，回教徒也是一样，当一个城市在变迁，那我们很感谢整个清真寺在这个部分，也跟我们高雄市政府合作。公园第二期面积则占地22.64公顷，目前播撒波斯菊花种，预计在春节期间成为浪漫花样梯田。在双湖林道上种植兰花楹，并且以台湾栾树为主要林下，搭配优美疗愈的落羽松，为富鼎金改头换面。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赏花心情好，不过却有人不满，一再看到高雄市的绿树被齐头式的修剪，这是护树团体站出来要为这些大树说话了。他们统计，这4年来高雄市已经有17座的公园，超过2000棵的大树被移除，影响的不仅是城市景观，还破坏了自然生态，希望呼吁相关单位加强重视。护树团体盘点高雄市的树木分布情况，发现这4年来一共有17座公园因为改建工程移除树木，面积约27公顷，数量超过2000棵。认为这些改建工程是造成树木的浩劫，尤其施工前没有和地方充分沟通，是最令大家不满的做法。大部分90%以上的居民经过我的访谈，他们都是不知道有这个改建计划，也没有看过任何图面，也没有开过里民大会，也没有开过公听会，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完全黑箱作业的情况之下，就把所有的公园给摧毁了。基本上，你知道公部门他在执行这些预算的时候，并不会去询问我们的意见，
所以常常都是发包了才发生这样子。互助团体秀出一张张被旗头市修剪的树木相片，看到原本绿意盎然的公园和人行道，经过改造后呈现一片光秃秃的景象，不但破坏市容景观，对自然生态更严重带来冲击，居民的生活环境品质大打折扣。一级的保育类黄鹂，或者是像这个凤头苍蝇这样的一个猛禽，它们都会在很高的这个大树上面，不管是栖息也好，或者是筑巢，所以你把大树的这个树冠层，把它做截头的一个动作，你就让这些非常珍贵的物种丧失了它们可以繁殖的跟栖息的一个地方。每一座公园改建进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所有的树做断头式修剪。那这样子剪完之后，对这些树木将来5年、10年都有极高的死亡率。它不是立刻死，但是它是逐渐的生病、长白蚁。然后中空腐朽，然后台风来就容易倾倒。环保团体也站出来为护树行动发声，认为高雄是全台空污最严重的城市，政府应该降低各种污染源的排放之外，更要扩大公园绿地的面积和覆盖率，呼吁市府相关单位停止所有毁灭式的公园改建工程，落实都市绿化专业分工。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水岸轻轨全线通车之后，对哈马星周遭的景观和生活圈有了更多的变化。如何营造舒适轻轨生活圈的共识，市府捷运局希望邀请年轻学子一起来提供创意，特别举办了学生竞图活动，而入选的作品呢，目前就在轻轨的各车站来展示，也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高雄环状轻轨 C1到C14 车站已经在106年9月完工。为了行塑轻轨周边生活圈的概念，高雄市政府捷运局举办高雄环状轻轨车站生活圈环境改造学生竞图活动，期待透过学生的创意参与，提出对轻轨沿线的创新想象。第一阶段的这个通车C1到C14这几个特色站呢，那希望来发动一次学生的竞图哈。来让大家来了解，就是说在残障周围哈，在可以来做哪一些的都市改造的一些运动。活动已经在106年完成受理收件，这次有来自各大专院校设计相关科系的学生参与，共有17件作品。参赛作品涵盖了对轻轨车站周边的人本空间设计、街区改造等提出的创新规划设计。这些作品也会在21号前在各轻轨车站展示，欢迎民众上网投票支持。那很有趣的就是从C1到C14站。不只是特色站哈，所谓的特色站就是像梦时代啦哈，我们这个C14，那几乎每一站都有学生来选啊，当作他们的主题之一，所以他们的照顾的层面其实也蛮广的哈。目前这个竞图是第一阶段的工程哈，C1到C14这几个站，那未来捷运局呢，在第二期的时候都将会将轻轨整个绕成一个环状哈。那未来的各个车站也会办理类似的一个竞图，那更深入各个住宅区。高雄环状轻轨为全国第一条无架空线轻轨，沿途也会经过许多重要景点与道路。未来如何让民众借由大众运输服务来获得日常机能的满足，将是市府未来努力的重点。港都新闻王思武、洪静怡采访报道。寒流一波波，社会局结合慈善团体启动街友关怀行动，包括到街友常栖息的地方进行慰问关怀，并且送上热食和保暖的衣物，更呼吁有需要的街友可以前往街友服务中心接受临时收容，而身体不舒服的话也会协助就医。寒流来袭，气温骤降，市府卫生局为了照顾街友，启动街友低温关怀服务，前往街友聚集的地方进行夜访，并且准备热食和保暖衣物，提醒气温下降要注意保暖身体，让街友们倍感温馨。提供一些我们的睡袋、暖暖包，还有热食，然后等相关的一些保暖的大衣、衣物等等，像袜子啊、围巾，帮助他们度过这次的寒冬。为了照顾街友维持基本生活，市府社会局在三民和凤山设置2处街友服务中心，由专业社工人员提供安置辅导和生活照顾。另外，针对不愿意接受安置的个案，也会提供外展服务，希望让街友重返家庭和社会。还是没有意愿到我们街友中心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除了刚刚讲的那些保暖的衣物之外，我们也会有那个定时供应热食的这个部分的服务，还有我们就是每周的2、4、5
这三天也都会开着我们的行动沐浴车，让他们有热水可以洗澡，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干净的衣物可以换洗这个部分的服务。不过气温骤降对年长身体不好的街友来说是一大威胁，社会局和慈善团体也会协助街友前往就医，避免低温造成猝死等憾事发生，或者是相关的建筑物比较避风的地方去栖息，所以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真的就是冻死的状况。那当然有一些本身我们在列车辅导的这些个案，我们就知道他可能有一些疾病的话，我们也会劝他说这样的天气可能对他的疾病造成他身体上面的健康的影响，我们也会尽量劝他是不是先暂时接受我们的安置这个部分啊。寒冬送暖对露宿街头的街友最为需要，市府社会局表示，街友有紧急安置或物资需求时，可以拨打1999高雄万事通，市府团队都会提供协助，全力帮助街友们度过寒冬。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农历新年即将到来，高雄市警察局强调法律无假期。局长何明洲在接受港都新闻新春节目专访中，特别针对酒驾加强宣导之外，也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在过年期间坚守岗位为民服务，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平安快乐的过年假期。高雄市警察局长何明洲首度现身庆联港都有线电视摄影棚，不过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一块陪同，寸步都不离身，就是他熊古力。就是我们设计，然后拍板的电案，那这个叫做熊古力。举手敬礼，俏皮的模样，上头还有背章关节，取台语谐音“熊古烂”。市警局独家设计这款公仔，希望鼓励表现杰出的警察同仁维护治安，再接再厉。为什么叫做熊古烂？熊古烂就咱台语讲熊古烂的嘛，阿贵说熊古力，所以这个整体呢看起来，这个，出来以后我们都很讶异，我们的同仁有这么一个创意，那最主要这个出炉，最主要是要。送给我们表现好的同仁，他绩效很好，或者为民服务很好，或者是好人好事，我们都会送给他。30分钟专访何明洲，从接任局长后，对高雄治安的规划愿景，到新春期间警察同仁不为人知的甘苦娓娓道来。不过快过年，尾牙多，难免多喝几杯。他也一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驾。一喝酒就不要碰车子，千万不要碰车子，因为。有时候你喝多一点了，你开车的话会反应迟钝的，你脑筋不会听你的，手脚不会听你脑筋的话的，这你要是撞到以后，你自己也不好，到对方也很惨这样子，所以呼吁的喝酒不开车，开车就不要喝酒。对于在地媒体这么关心地方事务，何明洲也给庆联港都一个赞。地方台就是跟民众是最接近的，最务实、最接近的所以据我了解很多我们的市民很喜欢看收看我们的港都的节目，所以来这边祝我们的港都这个观众满天下。邀请局长录制新春特别节目，不仅摄影棚现场布置年味洋溢，访谈之间局长何明洲态度亲和，充分展现出温文儒雅的风范及对警察工作的执着。而全部专访内容将在农历大年初五晚间6点港都新闻播出，欢迎到时民众准时收看。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恭喜恭喜，真的哦。寒冷的天气，长辈的健康更要守护。高雄市老人免费健康检查已经开始了，凡是涉及在高雄65岁以上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都可以到全市53家合约的医疗院所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查。今年卫生局更特别加码补助胸腔、X 光等检查项目，鼓励长辈多加利用。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为了关心长辈健康，凡是涉及在高雄65岁以上及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都可以到53家合约医疗院所接受免费健康检查。这次提供4万个名额，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是针对42年，然后呢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长辈。那如果是属原住民的话，他的门槛比较低，就是55岁以上就可以符合筛检的条件了。在身体的健康上呢，能够提早发现问题的地方在哪里，然后进一步的确定诊断，那早期接受治疗，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跟家人的一个健康上照护的负担也会降低。
106年度，高雄市65岁以上长者各项检查异常比率最高为胸部 X 光，异常率高达60%以上。为此，检查项目除了一般全人健康检查外，卫生局另外加码4项检查，除了原来的成人检查。健检的一些血液的检查，还有理学检查以外呢，额外又增加了胸部的 X 光，还有心电图，还有甲状腺荷尔蒙的这些检查。那等于是我们市府额外照顾我们的长辈，另外编列的经费。卫生局提醒长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更要每年接受一次市府提供的免费健康检查。如果异常一定要回诊追踪，另外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高雄市对抗空污实施3个月大众运输免费搭措施，其中高雄客运呢，因为有多条路线都是前往山区的景点，每到假日几乎是班班客满。而精打细算的乘客就说，以一家四口到六龟宝来为例，光是搭车就能够省下480元，所以也成为最夯的乘车路线。想要在高雄轻旅行，搭乘客运及公车是最省钱的，因为到二月底都是免费，不但呢增加了是旅客搭乘的意愿，也增加了返乡的人潮，因此呢客运总是班班客满。配合市府免费搭乘大众运输措施，高雄客运从去年12月开始，多条路线完全免费，其中8025高雄六龟线，因为宝来花赏温泉公园刚启用，不少人一到假日就全家一同出游泡汤，光是车费就能省下好几百元。这两个去玩大概省了多少？因为我们平常用那个一卡通啊，本来就有省了，现在这样省更多，省60块。对，就是到六龟、旗山、美浓这个路线人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假日人也会特别多，对，因为大家都要出去玩嘛。高雄火车站旁的客运车站，许多条包括旗山、美浓及六龟等山区景点的客运路线，到了假日不是班班客满，就是剩不到几个位置。搭车民众利用这段免费期间，增加了旅游次数，也能返乡探亲。会，因为觉得这样子省很多，然后也很方便。那会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啊，到处去玩吗？会。就是之前本来不会搭这班车去旗山，然后现在反而会。美浓就是以前我会住在美浓，然后就是回家乡的习惯。对啊，然后现在都不用钱。嗯，会不会增加就是你回去的意愿？有会啊，可能会。就是变得说每个礼拜都会去。去年12月底，免费市区公车搭乘共吸引了477万人次，公路客运部分增加近42%。可以看出免费政策真的改变不少人使用交通工具的习惯，难怪像这一家三口来到高雄旅游的日本游客刚好赶上免费期间，直夸这项措施真的很赞。高雄站，港都新闻王思武、罗少君采访报道。医院里常给人沉重又冰冷的感觉，有企业就特别捐赠乐器，希望能够缓和病患和家属的心情。这是热心公益的群光集团最近捐赠一架钢琴给联合医院，邀请到钢琴家陈银忠老师演奏一曲曲动人的乐章，为冰冷的医院注入了温暖的旋律。钢琴家陈怡忠老师演奏一首又一首的曲目，回荡在市立联合医院，让冷冰冰的医院多了点温暖的旋律。高雄市联合医院在2号上午举行钢琴捐赠仪式，这台高贵的钢琴是由群光集团的执行长林贵茂所捐赠，他同时也是联合医院院长赖文德的好友，两人交情深厚，也基于热心公益捐赠给医院一台钢琴。所以我经常做一些回馈社会，有一些慈善公益，刚好这次机会呢，也互相照顾啊。病人除了治病以外呢，有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医院是很大的帮忙啊，这一点我是有了解的。院长表示，本次钢琴区的命名也特别开放员工参与，票选结果最高票名称为琴声驿站，提供民众舒缓恬静的心境，同时也希望改善医院环境，提升视觉感受，能让我们来来往往的这些病友啦，或者是病友的家属甚至在等领药的时候，在等候诊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音乐的这个音乐的疗愈的作用呢，透过
这个命名活动呢，去把它命名为情深义战，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联合医院的在疗愈的精神方面做了很高的提升。平日有四个时段会自动弹奏，希望以琴声温暖人心。医院也募集音乐志工，欢迎有兴趣者踊跃报名。港都新闻王思武、洪静怡采访报道。喜欢出国的民众应该很高兴能够听到这个消息哦。廉价航空呢，近年来纷纷开航南台湾，高雄近三年就进驻了香草、库航、玛雅航、越捷、济州、德威等六家新业者，共新辟了12条航线，也开展了更多旅游的新趋势。联航近来逐步开航南台湾，民航局一月加码将飞航新南向航线的部分机场降落费再打8折。业界评估，高雄联航航线今年将再增加，新南向政策及南部需求扩展，高雄机场运量甚至有直逼台北松山机场潜力，也掀起旅客北进南出、南进北出的新旅游趋势。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青联港都有线电视升级影音服务，推出 BBMOD 行动 App， 手机完成下载之后，只要跟家中的机上盒完成配对，不论是用电视或者是用手机都可以看电影。而且现在下载 BBMOD 就可以享受多部的电影免费观赏。详细的下载以及使用方式，请您上青联港都的官方网站查询。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2到21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晴，气温是9到18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9到1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0到18度。最近寒流来袭，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才能维护身体健康。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客服资讯带着走，各项需求一次满足，比一比 ，BB 最聪明，快去下载哦！请查清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深度探讨，集思广益，理性沟通，用心聆听。观点中立，话题聚焦，跟着节目一起思考。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市政建设，议会监督，人文关怀，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爱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打。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Saya Juni, menikah di Kaohsiung sudah 20 tahun. Menari Bali di Taiwan, saya selalu merasa berada di Pulau Bali. Berharap melalui tarian Bali, Taiwan lebih mengenal kebudayaan Bali, Indonesia. 青年港都与您一起看见高雄。